礼拜天你会出来吗？你敢出来吗？真的叫你们上街头，一下出国，一下要上班，借口一大堆。我欠你哦！瞪大双眼，激动的手指了又指。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再度开启战神，你们自己去玩呐、啊！我们也要理，我们要理你去。今天叫你出来啊！我很气愤，我跟你讲，最气的可能就是我。礼拜天你会出来吗？你敢出来吗？真的叫你们上街头，一下出国，一下要上班，借口一大堆。我欠你哦！瞪大双眼，激动的手指了又指。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再度开启战神，你们自己去玩呐、啊！我们也要理，我们也要理你去。